这些腊肉是哪个来给工人吃的吗？是不是？这些还吃吗？哦，这腊肉有，我摸提了一下，估计有40斤。腊肉挺贵吧？应该。50多斤。啊？还好吧，40多一斤吧。40多斤哦，姐姐，你看多少钱？对，这些工人还是不苛刻的。不应该苛刻一点吗？什么不好吃的？我们已经把钱包在他们吃的里面，这是我们拿给他们烧吃的。我们已经把这个工费、做饭费都算那里。已经给了，那里面还有拿这么多热干？你看。那有嘛？就拿给他们去加加餐嘛。哎呦喂，我姐姐真好，再拿点给我加加餐呗。回去带点回去呗。哇，这景好好呀。我指甲拿了没？我姐刚才刚到这就吐了。现在怀孕怀个孩子，不是现在，就是女人怀个孩子真不容易啊！我刚才我看着我在车上，我就这样想，我妈当时怀我的时候，估计也是应该这个样子吧。养儿才知抱娘。哎，是的，我看着，这孩子长大了。啊？干嘛？来了。受不了。这孩子。他不就说不太疼了。就是。这女人怀孕生个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跟我姐在一起，我姐没事就吐，没事就吐。我提这个肉提不动了，笑啥？我要1米2，跟你这样拍。1米，离院里有多高吗？叔叔好。嗯，好，你好。要得。哥，你好。哎呦，黄云龙，人家爷爷都比你长得帅，年轻的时候觉得比你好看。不要叫爷爷，哥。哥，考的是哥。哦，对不起。哦。哥，你们考的是你多大了？这是我妹妹，是我妹妹。我不知道。没有哥。这是龙哥的哥吗？七哥还是几哥？我们跟龙云龙是一辈的。哦，对不起。哦，七哥还是几哥啊的？嗯，是几呀？哥好。啊，第一，我第一号哥嘛，我是哥，那是第一噻。那就我家吧，辈分高呀。哦，高。辈分高呀。嗯。几哥？叫哥还不高啊？二哥，没有，我叫他哥了，我说他辈分辈分。说明他辈分高呀，跟那老头都是一个辈分呢。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兄弟，哦，弟兄，对，我弟兄，弟兄。把那个，我是加上个体内。上山。这个水呢？这水人家这个喝的。上不去啊？上不去，跑到小路上嘛。咋上不去啊？上不去啊，手疼。从那边小路上。看见我们上去直播了，我要被人骂了。说好下午播的，到现在还在路上呢。不是我不想播看，我堵在这里，我上不去。没有缝吗？是的，危险，我们换条道吧。动了，动了，他上去就可以走了。没有，这个太重了，我们提不动。这个上去者快。这我东西，我要上山了。你在这里待着吧。我的东西嘛。打扮成这样，还来搬砖，你看。下面脱了就行了，他那直播的。你把这个水提上去嘛。这个水是龙哥买给他们喝的吗？我不知道，不管是他们买的，龙哥买的，提到这里给他们喝呀。走，提动不？哇，一桶水我提不动，我成啥了？人多力量大，这有帮忙的了。累吗？我的妈呀，提不动了。主要是爬那个坡爬累的，就拉肉40斤。这个40斤，80斤，啊，差不多吧，一桶一斤重。是，快走快走，没有40斤，30斤，快走，我要扛着，实在是扛不动。我提啊！哎呦，大力士啊！我扛着。哎呀，你给拿回去干啥？人家师傅他们自己买来在那里喝的呀，我都没时间去买。我这个东西，先过去。哎呦，你看，水又被龙哥扛住了。好不容易扛上来了。帮了个倒忙。哎呀，我以为是帮拿到那边喝的。因为人家在这里下二次搬运。你咋了？啊？脚崴了就崴了呗。你想表达什么了？我把你背着。啊？我把你背着。我刚从上面掉下来，可疼了这里。我把你背着。那我背着，快点，快点，春又来了，快去看看这里的呢，快走，快走快快快快跑快跑。哎，还想这样背啊？咋了？快点，你看这蚂蚁多大，快快快！什么东西啊？蚂蚁，快点，快点！你看这地上的蚂蚁，看多大，看到没？大不大？我的妈呀！这蚂蚁。蚂蚁没见过吗？我们已经搬过来了，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了。啊，腊肉也提过来了。再入减肥了会不会？啊？香啊！哎，那个家什么时候收拾的？按我的事了。是的，我刚才你也知道不要行，啥也不可以了。这姜是谁？姜是谁家的？别人家的，邻居家的。哦，那我们把它收了。对，人家占了。
我还不饿。哦，不是喊我的，我来了。吃饭？还没做饭呢。我们吃过了。哪里有衣架呀？都拿点出来嘛。哎，在哪里？再等两个月吧。他们要，他们连树都不放的。哎，刚刚搬来那么多砖，累死我了。你搬了吗？看人家搬好累啊。可以了，我插上了。可以了，他插上了。嗯。龙哥，你喝点水呗。在那里。第一车染弄，然后后面就好弄了。对，就第一车那个路。啊，路在线呢。没下过雨，那个水都流掉了，他非得在那个线下来。关键是人家拖不到材料，那是买不到啊。现在有材料了。啥时候动工？明天开始干吗？明天他们就要来七八个人，明天我叫他们进来做饭。现在正在呀、啊。叫我姐啊。我这里这么多人，不要你叫你姐，很麻烦。菲菲说。算了，你叫姐进来做。啊，瞧不起谁呢？不是瞧不起你吗？做一顿还是做好多。我们要有事儿，我们就很早的。没事，我叫我姐明天早上跟我去买菜，买完菜明天。没事，我也会做。没事。那行啊，那我闹打下手也行，都行。那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第一顿供他吃，是不是？第一顿你是老板大方一点吧。是不是？老板大方。老板大气。老板还不大气吗？你看，这是阿姨。这个晾衣篮啊，把腊肉给挂起来。搁的腊肉，龙哥。让他们自己来放，他们才知道在哪里。我放了，他们找不到。哦，那就放这里，给他们自己放哈。哎，对。五六头腊肉嘞。去哪里啊？哦，龙哥，你们这里的菜要你们自己买是吧？哦。他们自己做就行了是吧？第一摊买。那第一摊，那以后呢？你们他们自己做呀？哦，他们就自己弄啊。今天中午给他们。今天中午我都吃了个剥皮。什么豁皮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舔着脸吃了别人做的饭、啊、我在你做的都吃人家没叫你啊早没这哎呀那老老吃的够是吧对呀、啊、年轻后吃了个豁皮了的我以为吃猪皮呢吃个瓜皮能不能就他家这个东西往旁边去去我们准暗示呀、啊、往那边去去啊这生姜啊我们踩到它也不好一会儿找个羊喘给它往那边喘嘛往那空地上对呀、啊，他这弄了，我们走路都没法走了。哎，人家弄的你没办法，你那个啥。那说一声就好了。对呀、啊，那我们把你往那边按，要把铲坏了，就坏浪费了嘛。嗯，对不对？你要去踩的，你就是用来种的。是，我也不想踩它，但是它自留位置给我们呀。但是我晚一点回来，我回来弄。我先去了啊。我铲了，我把铲过去了。我姐家的那个石子又进山了。今天开始进材料，准备开始做。车一车的往上拉，那个路就一开始第一车不好拉，那现在车就随便上。